喂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收睇《Dark Souls 3 DLC 篇幻恩城》啊！咁嗱，其实我已经俾人剧透咗咧，前面嗰度咧就系打 boss 嘅，咁所以我就唔去啦。不过你点都要，即系今集点都要打呢只 boss， 但系打之前咧，我会翻去之前某啲地方咧，我有啲物品未搜集嘅，咁我就而家会即刻翻去先。其实玩咗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自己谂，我自己睇翻咧，其实上职骑士都唔系话特别嗱，呢度买一买半叶大刀先啊，因为我都想试下用，我会集齐晒呢一个 DLC 所有武器嘅。玩咗一段时间，我发觉其实佢嚟紧呢个 DLC 出嗰啲武器咧，有好多都系要信仰同智力嘅，但系最大问题就系。上職其實是弱智啊嘛，咁如果就變相你有好多武器，你就會用唔到啊。咁我會諗辦法睇下可唔可以將個上職騎士轉一轉嘅，因為其實咧，例如之前即係第一集，哇，好鬼啲玩啲怪好鬼痛，即係第一集咁樣你打沙之魔法師啊，佢嗰啲裝備都係全部都要少少信仰噶嘛，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。上職騎士是完全冇呢样事嘅，嗱呢只嘢又系可以怼落去，系啊落去啊，系啊，系，片落去乜？点解啊？喂，黐筋，喂，等阵先，上翻去，好，哦，喂，片乜？点解啊？等阵先，忍佢，好 ，OK， 我嗰下点解冇跳跃攻击嘅？跳，冚，喂，点解啊？要冚中我个头系？都几麻烦，冚中 ，yes， 啊！呢只嘢最大弱点就系个头咯，佢个头咧似系开咗个黑暗印记，即系个感觉上佢似系呢啲咩哈尔德骑士啊，系嘛？佢呢哈尔德骑士个头感觉系似系开咗个窿，然之后嗰啲人性就喺嗰个窿度流紧出嚟啊！暂时唔知喂蓝宝珠短剑喂。陈宝珠点要睇下先？嗱，又系咁啦，呢啲装备全部都需要需要智力嘅，同埋信仰啊。咁啊，我都睇过啊，其实俾人剧透咗噶啦。就含有蓝宝石结晶嘅短剑，可能系踏上旅途前受赠嘅物品。剑身上刻有祝福一路平安嘅古老文字啊，咁低 B， 但系佢完全冇讲嘅呢把嘢由来嘅。哇，喂，等阵先。我装嚟睇下先，好啊！普通攻击就匕首咁样啦，重攻击就咁样。咁咧，佢可以出战技，战技就会变咗把剑出嚟。哦，我唔够，咦？我弱智都可以出依个只战技啊！咁其实我觉得依把嘢都几型啊，都几啱我嚟紧只月光魔法师用，但系就唔白。其实都几靓啊！佢啲攻击 move set 咁，纯粹 show 一 show 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呢度好似就冇乜特别噶啦，睇下先，行多个圈，冇啦。咁我哋啊，跟住翻去另一个 miss 咗嘅地方啊。好啦，咁不过我都仲未 show 翻俾大家睇嗰把咩半叶大刀。嗱，半叶大刀呢把嘢系话咩源自异邦嘅长柄大刀。但系就又系冇讲佢嗰个故事嘅，咁咧，佢都严格嚟讲都你可以勉强话佢系上职，但系佢力量武器多，咁佢最主要系招战技有唔同嘅啫。嗱，普通攻击就同黑骑士击一样噶啦，但系如果你话战技咧，佢系特别啲，佢会咁样啊，咁样片落去，依个系重攻击嘅战技，跟住咁样咧，轻攻击就可以不断冚嘅，我记得系咪啊？睇下先，就咁嘅啫。咩啊？旋轮斩啊！睇下先，可以顺势使出普通攻击或重攻击。如果继续旋转武器，可以引起风势。睇下先，可以系咪揿住 L2？ 哦，依个你睇下，嗱，依招咧，依招感觉上有啲似吕布。你有冇玩战国无双？唔系战国无双之前三国无双，你玩三国无双，佢嗰个战技根本同
同吕布一样啊，佢似系吕布招无双技，哇、哦，嗰几过瘾啊！咁我有个地方 miss 咗咧，就喺呢度落去。咁咧，我唔知点解我初体验个，我第一集初体验咧，佢嗰个地方我真系发鸡盲，完全睇唔到。但系明明佢好明显有个门口喺度，咁呢度嗰个人之龙嗰只巡礼蝶已经死咗，咁所以我哋又完全唔惊啦。啊！我发现一个 DLC 咧，如果你系初体验嚟讲咧，你揾唔到嗰只嘢就真系好难玩嘅。但系如果你、啊、我哋唔好理嗰两只洛斯系黑骑士，嗱、啊、就系呢度，我 miss 咗呢度对门，里面又好似又有啲好嘢拎。嗱、啊，就系讲翻，如果你呢个 game 咧，你初呢、這个 DLC 啊，你初体验咧，你唔知嗰只巡礼蝶嘅真身喺边度咧，就真系打到你好猛啊！但如果你一知嘅话，你知道佢个位嘅话，其实就会好易玩咯，系嘛？咩咩鱼湿唔知道，哇！嗰、那个名咁色情嘅，睇下先。我哋喂唉白痴啊！佢成日呢啲怪好鬼恐怖，成日会拉住你啊！哇死啊大佬，阻住啊！好，我哋翻去 boss 房门前再话俾大家听啲嘢啊！好啦，咁啊，我哋睇一睇翻头先攞到嗰、那個。支魔杖先，如湿长病杖啊，啊，从幽睡服爬而出嘅湿如湿人形，呢啲如湿人形，佢嗰个名咁 H 咩啊？全黑如湿嘅杖，哇，好恐怖！斯洛娜娜使用暗魔法啊，源自幽睡嘅咏唱，能够增强暗魔法嘅威力。咁佢主要系玩暗魔法啊，即系嗰啲咩咩朵丽丝侵蚀啊，系咪嗰个奇迹嚟噶？暗魔法系啲咩类型啊？黑暗大剑嗰啲啦，咁啊，因为嗱、啊，又系啦，上职骑士又用唔到呢把嘢，实系太过分。咁咧，我哋嚟紧呢度咧，吓嚟紧呢度就好玩咯。我哋打 boss 啦，诶嗱，点解我会知道要打 boss 咧？因为其实已经好明显地，佢嗰个位好明显啦。你嗱，首先咧。你啲标记咩？接下来骑士引诱用前有武器，前有强敌啊！同埋你睇，只要你有睇 trailer， 就已经知道咗佢依一个位系打 boss 啊！咁我已经唔小心被剧透了。睇先，我都系70.3负重，可能换轻少少嘅头盔。我因为我想装绿花盾、黄铜，我上级骑士。好，暂时咁样，我哋用我试下用投放车，大佬，我都唔会预自己可以一 tick pass 搞掂呢个 boss， 因为。上网睇啲人 comment 咧，嗱呢度又系跳下去不会死的，嗱又系盖尔爷爷啊，睇唔睇到啊？嗰、那个灵体好明显系盖尔爷爷嚟啊！咁就我预自己可能真系打四五次啊，六七次啊，我可能甚至乎十次以上，因为一致裁定咧，个个都话今集嘅 DLC 咧，所有 boss 都系好难打嘅。咁而呢个 boss 咧。睇 trailer 就知啊，有两只嘅咩啊，负伤恶魔、洞底恶魔。嗱、啊，我唔知佢中文翻译就系咁样。喂，低能喂，我黐线，即刻隔篱就出怪。哇，喂，等阵，大佬饮水啊！好，撇一刀，喂，第二边，好犀利。诶，有只好似负责放远攻啊！哇，睇住啊，等先。啊！啊！呢只系不断追击我哋，喂，黐线啊！我想查重之算啦，查唔切根本完全，哇，好恐怖，黐线！因为点解我咁憎打两只 boss 就系嗰个随机性太大啦，呢只嘢做乜瞓低啊？你有问题？喂，走喂、哇，好乸痛，黐线！喂，黐线，我哋。我要拉开两只距离先，嗱一只放远攻，嗱呢个毒雾好似会爆炸系啊，好嚟嚟嚟，片喂片 ，OK 呢只系负伤恶魔，红色呢只系负伤恶魔啊，橙色嗰只就系洞底恶魔，你睇最大问题就系，嗰、那个随机性实在太大，我呢只放毒雾得，可以喂，我发现自己。可能真系要打几次，即就算你睇得出其中一只啲 boost set 咧，你根本都唔会有时间
哇！等，你哋根本都唔会有时间避埋第二隻嗰啲攻击咯，好烦呢度。等先，哇！同埋装盾已经系冇用，所以我个绿化盾系攞嚟装饰嘅。哦，片落去中，喂哇！黐线，嗰个人系咪爆炸？想点啊？佢哋，哇！佢好似，喂，佢咪入 stage two 啊，大佬喂！你已经两隻咁唔公平，你仲入 stage two 有问题？我希望我第一回合可以搞掂其中一隻，因为听闻就已经俾人严重剧透就系、是，如果哇睇住啊，好片落去，喂，好再嚟，哇，你睇唔到咧，真系好难打，啲双机友系真系好麻烦。有机会我哋搞掂嘅动体恶魔先，喂，片，喂，中，回收一击，得，杀一只，耶，喂，死啊，跟住点啊？喂，我 feel 到佢会变身噶啦，系嘛？嚟啊，负伤恶魔，我片落去，咦，佢唔变身喎，系嘛？嗱，其实呢啲大型怪就你不断追佢只脚啊，追佢后栏啊，其实都。打你啊！就兜去后面就片落去，基本上都唔使点样睇佢 move 啊！又嚟啊！回心一击，喂，点解啊？你翻个头我中，哇死晒！哇唔系啊，我第一回合搞掂晒啊！冇可能，佢应该系得啦，我明啊！你杀晒两只之后，佢一定会变身，肯定，我肯定。睇先，趁而家查长虫之，得嚟啊！你叫咩名字啊？你叫咩名字啊？恶魔王子，好明显啊！我讲紧咩？好明显啊！佢好明显就系洛里克王子打嗰只女神的祝福嚟啊！好嚟，哇睇住，哇哇黐线喂，片落去，再片，哇喂黐线佢。嗱，我行远咗佢就会放火球，得。喂，混沌火球啊，黐线啊！哇，我完全唔够精力用啊吓，等我避先。哇，佢咩招啊？哇，你出乜嘢啊？元气玉啊喂？咩事啊？我王子 ，Demon Prince， 我扣咁少，我出咩招？哇，我真系热，喂，我做咩啊？扣咗咁多嘅、啊？饮未死，哇好啦，难打黐线，闪，佢去咗边啊？片，哇黐线，喂好难打呢只嘢，哇黐线，玩晒元素明啦，闪，哇黐线，佢啊好难避啲招，好啦，我哋再嚟啊，好啦。我今次决定用阿斯达拉大剑打下，咁啊配翻个盾，虽然个盾又冇乜用嘅，但系我睇下得唔得啦。另外用咗15个元素瓶，咁咧我发现呢只嘢咧系会附加剧毒嘅，咁我冇带毒花闪球啊，所以如果我一中剧毒咧，我谂要死梗啊。睇下先，负伤恶魔，洞底恶魔闪，好嚟呢度一只。喂，睇住嗱，有紫色要即闪得掂，好似会中剧毒嘅。如果佢嗰啲，喂又嚟，好走，好呢只打呢只，我哋瞄住佢嚟怼。其实专注怼冧一只好啲，好闪，好嚟，闪，好再片 ，OK， 我变多刀都仲得 ，OK， 喂，唔好搞啊，我哎呀开局几好。开局几好，嚟，好衰收尾。我谂住将我最想就系、是、最理想就系我可以将十个元素瓶，哇！佢呢个卡咗位，你睇唔睇到啊？佢卡位得，两个都会呕屎啊！我发现嗱，后面嗰只嘢卡咗位，哇！佢应该又好想走过嚟打我，好得打红色嗰只而家闪 ，OK， 平片一刀两刀，喂走得喂。嚟走，好，我片你个头，走，好再片一下，
人匿佢左右脚，喂喂，走走走走！唉，要饮一第一支水啊！喂，饮啊！好，一饮饮两支，好得，片你个头！好，总之边只埋身就打边只好啲啊，我觉得。好，再片你个头，喂，佢受伤啦，佢会有大硬直嘅。好，再嚟，嗱，呢度片多一刀，然之后再嚟回心一击。嚟啊！喂，哎呀，怼落去！喂，点解啊？啊！喂，得，喂，走！嗱，我希望我可以带到十支落去下一场。喂，低能，喂，咁样好难搞噶。好，片你个头，闪 ，OK， 片多下。喂，走。好，得呢个要避啊！喂，咁都打中。剪落去，哇！走咗边度呕屎啊？喂，喂，哇哇剧毒，头先嗰个就系剧毒啦。好片，哇冇乜气，我挂住避，喂大镬输咗，已经输咗啊！我系咪要翻去买翻啲闪球先？好鬼难打，呕跛你，饮，哇！我而家输咧。我系输咩呢？我输劇毒咯。如果我预咗呢场打定输数噶。喂，得，我直接翻去买翻啲闪球先。好啊，我已经翻去咧补充咗就系绿花草同埋闪球嘅嗰、那个，睇下先，紫花球系啦，读紫花台闪球，成日唔记得咗佢咩名字，总之。一有事咧，食中毒，因为我头先嗰下我中咗剧毒，已经无心恋战啦。咁啊，嗱，用翻流放者大刀，我觉得个伤害高，可以同佢换血好啲。咁啊，直接开波，一落去即刻食绿化草。我希望今次系我最后一次打啊，因为始终应该呢啲招鸡佢又唔算话特别难打。哇，睇住。得，好呢度片，哇第二位啊，中劇毒黐孖筋，走，饮，好得，紫花球，得几次机会啊，闪，好开刀，好片你只脚，喂低能，佢呢啲位好难走啊，第二只又走过嚟，你睇下呢个就系嗰个变数大嘅问题，你拉远距离睇下佢边只放远攻先。嚟，你唔好两只一齐上，我嚟，我片落去，再片，喂，点解嗰个讲话霸体啊？闪，其实喂睇啊，我片，好再嚟，喂低啦，睇啊，饮，嚟，闪，喂闪，哇，睇。回马枪，再嚟多下，好中，好嚟回心一击，系、应该上电先。嗱、啊，我只要搞掂一隻咧，我专注 focus， 搞掂呢只就基本上都唔打嘅。好嚟，走，好得，喂，睇住，回马枪，喂，低能又中劇毒，好一、啊，再饮。得，应该十支水可以带到落去。喂，又你，哇，仲要双重爆炸喺度玩。我中一只，我嚟啊，嚟啊，中，好力，重攻击，好再嚟，上电，再中多下，中，啊，一只基本上系完全冇难度，一只只要入佢中路。打佢只脚，中啦、啊！好嚟啊！再见，好十支元素瓶带落去，应该我希望得啊吓，上一上大电，得卡萨斯弯火，系趁而家再食啦，佢会唔会爆炸爆死我？重攻击，送你一个，喂喂黐线，佢嗰下原来会扣血，好。
闪闪闪，好得意下要，我觉得埋身打系好啲啊。走，哇黐，哇扣好多，黐线啊！佢有冇咁劲啊？我黐线，佢嗰个伤害你睇唔睇到？哇，黐乸线，佢嗰个伤害。好得，冇问题。二号点啊？嗱，我带咗12个元素瓶落去啦，然后即刻换班方石。如果我有火方石咧，就会好好多。咁跟住记得上 buff 啊，然后近头先绿花草得电，好片一刀，再片再片，好扣佢少少啊。啊，佢近头，佢近头攻。好片一刀，好重攻击，重攻击，喂点解打唔中？埋身打呢嘢，埋身打好打好多，再嚟，好中中中，嚟回收一击，点当啊？乜到你乜到你黐马肺，好重攻击，我嚟啊！又浮空混沌。再嚟，再嚟，嚟中，屈到你嗌救命，哭着翻去叫妈妈。嚟啊！我重攻击，喂，点解啊？哭着翻去叫妈妈。再嚟，嚟啊！睇你走得去边？系啊，你防御招，你再见，再见 ，yes。呢只嘢要。主要攻略方法就是你疯狂黐埋佢打就得噶。恶魔王子嘅灵魂 ，Demon Prince 嗱，恶魔王子应该呢只九成就系、是、洛斯唔系洛里安王子，即系阿双王子嘅阿哥，即系阿哥杀嗰只啦。哇，成100,000灵魂，黐线！我哋即刻睇佢描述。咁咧，我觉得佢同呢只恶魔王子可能系同搵下先，系同。推土塔熔铁城有啲关系。恶魔王子嘅灵魂其中一个带有力量嘅 K 型灵魂，就是恶魔们诞生自同一混沌，佢哋有好多共同分享嘅事物，例如王子嘅荣耀以及那逐渐消逝嘅火焰。而最后一只有残存嘅恶魔将这些共有嘅事物再次彰显而出。佢其实就唔系话。讲嗰啲咩故事？虽然佢冇讲啲咩，讲唔出啲咩好深远故事，但我觉得会有亲切感咯。咁但系我又唔系好明佢到底嗰个故事讲紧啲乜。咁啊，我总系认住呢只恶魔王子系同我哋翻到去再讲啦。我总系觉得呢只恶魔王子总系同。推土塔即系同 Dark Souls 2，我总系觉得有啲关系嘅，但系我又讲唔出到底同边个有关系。系好想知道多啲故事，但系佢而家净系得个恶魔啊！呢度应该有一再睇多啲恶魔嘅爪痕。恶魔王子最后点燃嘅火焰本身为混沌，化成爪痕状嘅武器，系挥舞火焰嘅武器，亦都系咒术之火。以为呢把嘢。好似几好啊，咒术师用，但系喂，你睇下嗱，佢就系不断地出啲嘢，都唔系俾上职骑士用，佢全部都系咒术嚟嘅。恶魔王子最后一刻点燃火焰，对恶魔来说那是生命的碎片。我会想用恶魔爪痕嘅，咁但系嗱，都系嗰句啦，我就睇唔出啲咩故事。哇，呢把嘢中二病满分，哇！黐线好乸正喎、啊、呢把嘢，虽然曲刀，睇下先，哇几正啊！哇，嗱呢把嘢就冇重攻击嘅，佢会将重攻击咧转咗做转咗做咒术啊！哇，好啱我只咒术师用咯，哦，哇几正啊呢把嘢 ，OK。但系我哋得个资质算啦，因为我哋用唔到啦，咁呢度我会补充翻我。啲嘢嘅，例如黄金虫子要买啦，散装虫子要买啦，
然后卡萨斯红都买一买，跟住毒花球又要买，跟住呢啲又要买。嗱，我补充一大轮之后，我哋就会翻翻去噶啦。啊，翻翻嚟聚集地，我觉得呢把即系而家，因为而家系1.15版本定1.11版本啊？这个特殊特使小幻旗，呢个新嘢喎，睇咗先讲啊。小幻旗，不如有特使小幻旗？喂，佢系 key item 嚟，唔系装备嚟噶。睇先，面对环状岩居壁高举潜物，搬运工作潜物，喂，同洛斯地下小幻旗一样啦。因为其实佢有啲场景都做得好似 Lothric 嘅，系啊，佢有啲地方系做得好似。咁但系呢个地方呢个叫大树洞啊嘛，根据我哋第一集一开始遇到嗰只人讲咧，呢个地方叫大树洞。咁啊，大树洞咧就有两只恶魔王子，但系大树洞嘅上面最紧要，大树洞嘅上面系推土塔、哦。前有背叛，前有幻影墙壁，所以我觉得呢只恶魔王子总系同 Dark Souls 2系有啲关系。而如果佢同 Dark Souls 2系有啲关系嘅话，咁即系话双王子。跟 Dark Souls 2有啲嘅关系，但系佢而家就未解得明咯。我希望佢之后会解得明啊！换翻只钢铁庇佑先 ，OK。咁啊，今集其实差唔多，我行埋去前面就完噶，前有下哦，居举小幻旗。嗱，佢啲动作就同洛斯尼克嗰阵时差唔多啦，又系高举小幻旗啦。我觉得原来猎龙装甲配上只骑士头盔都几靓仔啊！啊、又是那些鹰啦，正路通常都是咁，系嘛？但是如果个头盔金色就好啲咯。你而家见到个头盔唔系好衬，其实用，因为我纯粹负重，所以我先用呢个头盔嘅啫。系嘛？喂，有嘢睇，有嘢睇。落嚟啦！我用斯坦套装都真系几好睇，我到而家好中意用斯坦套装，系嘛？喂、哇正、啊！呢、這个就系幻印城，传说中嘅幻印城啊！我原来只系打咗个 intro 嘅喎，咁讲法，即系恶魔王子只系守住幻印城门口嘅喎。嗱，佢呢度啲地图顺序应该系有啲巧妙嘅，佢唔会咁简单。即系点解恶魔王子后面就系幻印城，有啲意思，我觉得哇好乸靓喎，黐线佢啲景。OK， 唔系喎，依个系幻印城定轮之都啊，应该叫做。我睇下幻印城，哎掂啊，冇翻译错啊，系啊。咁我哋点埋个火，我睇下个时间先。如果个够钟就差唔多啊。好，好 bonfire 啊，今日差唔多打只 boss 我都。非常之满足噶啦，咁啊，下一集就继续冲前去啦。好，今集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见。喂，咩声啊？喂，做咩嗰度有只？喂，咩鬼嘢啊？我黐晒啊！讲拜拜啊，仲搞啲咁嘅嘢。好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